十三个窗，只是屋梁的半球。因为最主要他们才几桌，我们那时候现场才几桌，没有很多。对啊，十三个是刚好刷新的。然后餐饮是二门汉江林市小平安豆藤呀，蓝色带新能力大喝。因为他七月才刚开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的行为很 over， 很抠就做短装，像买千送百，他只限这种这样吗？要不然就是下对下这种抠门的，对这种很抠，对，然后外边他的你要吃牛脑还是那种比较高级，要加价八八哎，那算增加到1388了。然后我跟你讲，冰淇淋真的他没有感觉到你的气息啊，他跟大师超难玩，完全是超桶，因为老超低，对，一条是超的，超我你还想去？我看他送那个券，我那你折成100块，哇，这每家都会都不一样的饮料也刮不动，但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有我就是看了那个光影。网红美食网红去介绍说，哎，那家店是新开的，很强。从他从宜兰上来又很强，然后真的食材不错，我还去评鉴一下。然后我觉得他真的不错，他的服务人员都还不错。然后他那个老板真的有那个感觉，有种感觉。因为我去过另外一家，大概哎，我那时候点好像点好多了。我是没有吃完，他就真的不敢，他不管，他感觉实在就让那个。好吧，再见哦，三千零十，以及看我瑞芳1942-95圈了，感谢大家收听24分，感谢大家麻烦13个字在修。